女星孟美岐由选秀节目《创造101》脱颖而出，并限定女团火箭少女101出道。台日前和安琪携手登上舞台2023演唱《化心》。为了节目效果，她在没有防护的状况下上演 4.3 公尺高空坠落戏码。日前完整版画面上架，渲染力十足。Ella 惊呆的表情真的可以拿影后。死我了！因为刚才那大概有多高？我是4.3米。然后安琪后面应该要比4.3米要更高一点，那要很大的勇气耶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他自己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还有安琪握住他的力量 ，hold 在天空中一阵子再掉下来，而且还有一个挣扎的样子。对，最后那一下，其实蛮动人的啦，完成度非常的高。应该有猜到吧？有没有？第一名。孟美岐，安琪。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。